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博文胡萝卜。今天是我们的打榜福利时间，我给大家带来的小才艺呢，就是手作。我手里拿的这些是一些半成品，接下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把它们变成一个完整的胡萝卜的。我一个堂堂运动健儿，在这穿针是吧，就很熟能生巧。主要是我挺苦的，从小就在家里帮我爸缝袜子。我太难了。先把一个胡萝卜的叶给穿进去，然后再接到第二个上面，这样它们就是这个形状啦。把胡萝卜的叶子给穿进去，然后再连上这个，连上这个胡萝卜本萝卜。我现在有一点心累，有点疲惫，甚至还有一点点烦躁。这些线绕在一起了，但是这不要紧，我们可以用我的胡氏三连给它绕两圈，最后这样再拉紧。这些线没有关系，过会儿把它们剪掉你就看不见了。好了，胡萝卜就缝制完成了，上面还有个小花朵，有没有觉得非常可爱？还有我面前的这些胡萝卜都是我准备送给大家的，官博底下送给大家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，支持我们这档节目。我是运动吧少年胡博文胡萝卜。